哎，对，说到柯文哲，我们先来处理一个，完全跑错棚了吧？黄靖颖，各位看他这身服装，你为什么要穿成这个样子？有没有搞错场合啊？你穿的还真奇怪。今天是延上的，并不是柯府与王府的婚礼耶。那一切都还难说哈。我问好奇学姐，就是你是不是没有料到我会邀请你来？真的没有。对对对，不好意思，这句应该要改肯定句。学姐就是没有料到我会想要邀请她来。本来就这么漂亮吗？还是只要放在柯文哲旁边够久，任何人都会变正？